这是从关闭，是从11月1号到4月30号，这都进不去。现在是3月份，还不到4月30号，还是关闭着。这个雪积得太厚了。走到雪地上撒撒响啊，要让它这个养育，在这培育这种鹿，像变成鹿的天堂，就这个雄鹰展翅。它是和在耶隆斯通的下面，所以它的应该是11月份3了。鱼、天鹅，这就是耶隆斯通帕克呀。Yellowstone Park 关闭了。